一年一度的社团成果发表会即将到来。摄影社老师安博和吉他社老师克里斯都计划着以影片的形式介绍学生们这一年的学习成果。安博的手机上储存了大量的影片档案，这些档案混杂了他的教学素材、学生练习以及他自己私人的影片。杂乱无章的影片档案使他很难找到所需的素材。相反的，克里斯轻松地就找到制作成果发表所需的影片。想像克里斯一样轻松管理您的影音档案吗？快使用酷章鱼吧！有了酷章鱼，您可以轻松快速完成影音档案分类，透过系统原有的标签，例如 Music、Video、Drama 来分类您的影音档案。此外，您也可以新增自定义标签，例如教学素材，进行分类，使档案分类更符合您的需求，并且享有依情境分页检视档案的便利性。除此之外，酷章鱼协助您自由编辑音乐与影片的 metadata。档案注记修改的资料传送至 NAS 依然套用，不需再花费时间重新编辑档案的 metadata。另外，如果您分享给您朋友的多媒体档案是使用酷章鱼编辑过的 metadata，他们收到的多媒体档案将会显示您先前已编辑好的 metadata， 省下了许多重新编辑档案的时间。有了酷章鱼的帮忙，克里斯花费更少时间在影音档案分类上。有了酷章鱼，轻松管理你的多媒体档案。酷章鱼，智慧掌握网络世界。